去哦，真的，你单挑真的不会输。人家挂 RET 哦，人家职业选手哦。职业选手很强吗？我就不是以枪硬出身的人啊，我枪就没有到很硬哦。人家 RET， 我不敢推哦。你知道人家听到我第一件事都什么吗？他妈的 A 钱，哪管你枪硬不硬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职业选手没什么啦，至少人家也是怕你的、啊，怕我 A 钱啊，他不怕我的枪，他怕我 A 钱啊。